贝尔金切队已经在前边了，捷克队也是在左边。现在对，因为他们包括阿斯塔纳、兰波，对，兰波是那个粉蓝色骑行服。对，他们这几个队嘛，冲线就是非常有经验，团队配合这种切手这种经验，所以他们可能这几个队员中，贝尔金现在冲在前面。对。最前面是捷克，捷克对，前面三位蓝色，穿着这个绿色骑行服的是贝尔金，对，捷克的是黄色骑行服，对。我看粉蓝色是兰波，贝尔金、捷克切队，然后这兰波这三个队伍是比较机会比较大，因为他们转掉前面这很前的位置这样子，对，好像对，将近两个小时的骑行，贝尔金对。好，现在是跑在最后三位车手在前面，所以机会很大的，对。看看兰波能不能超越。然后捷克也是跟着贝尔车在前面，前两位这样子。实际上现在骑行在前方的都是一个引领的队员，对，主力队员都藏在了后面。好，现在开始最后冲刺。现在看兰波和贝尔金，对，包括捷克三支车队。看到右边是不是徐刚？贝尔金，这是贝尔金，然后是兰波车队的，对。贝尔金。